说下来，我要邀请啥人？你知无？我即个去美国吼，收到一个礼物，真感动，一个卡片。这是台湾第一份的教会公布的画面。这个卡片吼，我看到，目屎计要连落来。过去国民党讲恁拢无文字、无记载啦，台湾话拢无记载，歹势罗马拼音。像讲咱讲的话无文字，我要来邀请罗斯南。原基督教会教会公布的主编，咱方兰廷牧师来用上热烈的掌声甲欢迎好无？多谢啊，蔡教授，朋友，咱所有咱台湾党，咱的同胞，大家们大家好。我二十几岁时阵，我那像民谣安尼同款，真爱伫边啊，甲人踮遐食米粉。因为足期待，有一天真赶紧，就来出头天。自细汉的时阵，就常听蔡培慧咧讲，伊咧讲啥？伊讲风来必倒，真可爱。祖先基业在，田甸阮开，树阮种，劳苦代过代。着理解，着理解，阮是开拓者，毋是戆奴才。台湾全岛金主地，公司阮种是应该。你讲对无？啊，真可惜，真可惜，安怎？二十几岁像民谣安尼时阵，想讲建国要成功啊，安尼会当归去专心来做牧师。结果呢，哇，一等等遐尼久，好无简单。最近阿贵教授，佮予我顶载一个期待，就是讲咱2016年的时阵，真正要建国成功。啊，总是呢，直接我要甲大家报告。建国要成功，有简单无？无简单。考的是啥物？考的就好亲像今仔日咱这个晚会，咱的主题叫啥？卧薪尝胆。迄个真困苦呢。台湾人有才调屈家困苦无？有无？咱真正的屈家困苦，卧薪尝胆，然后咧，中秋是团结晚会。我讲台湾人真可惜，自古早一直到即阵，咱从来毋捌去予外口的人甲咱拍败，从来拢是予咱家己的人拍败。15世纪、16世纪的时阵，郭淮逸是予甚物人拍败？是予伊的兄弟甲伊出卖。到伫后来咧，清朝的时阵，即个唐山来的人甲咱笑，笑咱啥？笑讲恁遮的人。啊！牛条来搭牛母，搭牛母，拉头啊烧，到桥山安那就袂烧烧我，甲咱看衰潲。今仔日坐伫遮在座，你敢愿意继续予咱看衰潲？你无愿意，我嘛无愿意。若是安尼时阵，咱真简单，干那要做一项代志。2016年要来进行，第一项爱做代志，就是咱真正爱团结起来。咱来所有的人拢做伙团结起来，一心一意，干那是为着这个台湾建国，咱来破除咱的一个成见。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就爱让大家继续来吃月饼，听搁较侪咱的前辈，伫遮咱做伙来分享。有一个故事，伊安尼讲，讲有一个实验，一只蛇参一群的一个老鼠、鸟鼠啊，客做伙。这只蛇咧，每一遍腹肚枵的时阵，拢来吃一只鸟鼠。啊，总是咧，这鸟鼠大家就淡仔相闪，闪来闪去，拄一只上肉卡上衰潲去，哦，这个蛇咬死。结果咧，到伫上路尾，上路尾每一遍，这个蛇一只一只，把这鸟鼠拢给咬掉的时阵，剩一只上勇的，一只上勇的鸟鼠，面对着迄只蛇的时阵，却原来喊客呢，想讲甲化工啥蛇无来拼。啊，但是咧。到落尾结果是啥？鸟鼠会赢还是蛇会赢？哈？你是讲鸟鼠会赢是无？无可能啦！佮较勇嘛是同款，了只蛇佮吞落去。如果只鸟鼠一开始，大家若拢会当团结起来，台湾俗语咧讲，讲兵好难敌高军。陈伯志教授咧讲，讲这个埃克华好参像，就是一个人啊来内面关一只。老虎，这只兵虎外勇，总是嘞难敌高军。咱台湾人
就要亲像这高官同款，一个一个拢团结起来，无管讲伊这个老虎外里大只外里变。继续来努力，咱继续来拍拼无？两千公尺人呢，咱唔敢那是乎阿贵阿教授的愿望来实现，嘛乎每一个伫遐咧流目屎台湾母亲，乎咱每一个台湾人会当出头天了无？多谢大家。哦，这蓝屏牧师无简单呢，这真正有够厉害。我听讲吼，伊的太太嘛是一位真水的原住民呢，所以吼，我相信啦，有一天啊，族群融合做伙，台湾一定建国，对不？